主料，鸡翅中八个，菠萝一百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、姜、八角、花角。准备时间，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，30分钟到一小时。鸡翅上面画上三刀。锅里烧水，把鸡翅焯一下。捞出备用。葱切段，姜切片，菠萝切块。锅里油热后放八角、花椒爆锅，再放葱、姜炒香，再放鸡翅，炒至两面发黄，加适量水、盐、鸡精开始炖，把菠萝块也放进去，汤汁收进后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能吃甜的，可以适当的放点糖，我家婆婆血糖高，所以没放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